我们就可以对奇门遁甲起局有个更深入的认知。其实我们中国古代的历法是最厉害的，是世界上很超前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农耕的国家呀，我们是个农耕国，农耕特别强调农时，你啥时候该种什么庄稼，你甚至你错过两三天都完蛋了。所以早期的时候在黄河流域啊，我们的祖上可以远溯到化胥氏，化胥氏的时候，这个化胥氏呢是我们华夏民族的呢这个姥姥，母系氏族之外，那个时候呢就已经呢能够测量天时，很简单，在黄河流域堆个土堆，土堆呢高八尺，高八尺，上面插一个棍，一丈二，然后呢一年中间这个棍的影子最长的定为冬至，影子最短的定为夏至，然后呢找出中心点，中心线搞出二矿制。到西汉的时候我们已经能够知道一年365.2423天，很牛了，那个时候就配上二十四节气了，我们会觉得这个非常神奇，实际上很简单很简单。我来给你举个例子啊，二十四节气怎么来的，有一个大盘子，这个大盘子呢就已经非常牛逼了，科技一狠活就出来了，大盘子的中间加上一根棍的一根针呢，这是北京的古天文台，然后根据日影，一年中间日影最长的一天是1丈5尺9寸的，约等于呢530厘米啊。日影最长的那一天肯定是白天是最短的，夜晚是最长的。然后还有一个呢，日影是最短的一天，只有呢2尺3寸。日影呢等同的6尺6寸6分呢，这个呢就相当于77厘米啊，这个是222厘米啊。好了，这两个是中等的，锁定在2分。春分秋分，那为什么叫分？因为昼夜等长，所以春分在黄道上是0度，秋分呢是180度啊。整个黄道是360度。那么打开，我们把这个针子就取走了。这是北京的古天文台啊，这个叫日晷。实际上我一直都想买个日晷啊，我在淘宝上选了，我就没看得很漂亮。真正在大清时期用铜做的那就很美了，没有。有的话我们也可以观察。你比如说，在这个呢，90度是夏至啊，270度的时候是冬至。这就是二分二制出来的。
二分二制出来了。然后打中轴线，这是立下，立下是45度，这是秋分，立秋是135度，然后这个是225度，295度，45度，315度，315度，好了，这个时候立春、立冬，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有这样的表格，我们把这个记录上，每年多长，那就是立春了。所以二十四节气每年是什么时候几点钟，不是我们说了算，是谁说了算呢？是太阳说了算。这时候就是八节了，八节出来了，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了，整个黄道是360度除以八节，八可是45度啊，45度。然后呢，一个节里面的均分三等，45除以3，所以每隔15度就是一个节气啊，二十四节气就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知道冬至为什么是带头大哥，看冬至过以后，小寒他的小弟啊，大寒直接平分动作就行了，15度。立春过以后呢，雨水、惊蛰、啊，春分过以后，清明、谷雨。我们有的小父母说啊，老师二十四节气就别讲了，其实你可以不听啊，对吧？为啥呢？我必须要讲，我这是家宴餐厅的内部成果，因为咱们七门民法基本上告一段落啊。我昨天晚上给大家讲了战法、博物馆，我们的陪跑，七门民法的陪跑，天哪，我就陪着你跑一个月，我亲自陪跑，40多个视频啊，够牛逼了。立夏过以后，你看45度，分别是小满、芒种。芒种的时候就是芒要种了，夏至过以后是小暑啊，小暑啊，然后大暑啊。立秋过以后呢，均分，哎，处暑嘛，然后白露嘛，八字节气出来了嘛，啊，哎。霜降是吧？立冬过以后小雪、大雪嘛。为什么小雪、大雪啊？我们始终要明白，中国真正的文化是中原文化，这是在中原地区去搞的，就像九州一样的。我们早期的时候大禹是9州，后来变成12州了，加了一个幽州、并州和瀛州。为什么？时代在发展嘛，人们在认识啊。你不要跟我讨论说是不是超过了中国的版图，不是超过了版图，是我们那个时候老百姓，是我们的先民测量工具和观察工具不行，我们现在的12州应该覆盖整个地球才对。应该覆盖。好，二十四节气，我们就可以知道了。
黄道的理论上来讲是360天，是不是啊？实际上是365又2423，那么我们要除以2，是不是啊？还有5.2423，这时候再除，三也不行，3472，48，48，4.4，我操，还有0.22呢，这个天怎么办？所以就出现了自润。自润绝对是中国古典历法的一大发明啊，牛逼啊！集大成者是汉武帝时期的太初历，太初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历法，是五阴入律，把阴律入律啊，每天81分。我们现在讲是不是每天24小时啊？24小时是不是1440分钟啊？啊，他给他算成81分，他那时候没有我们现在的分钟这个概念，81你给我算一下。所以为什么太玄经上方舟不加81格？所以如果你不懂这个，你就不知道卦气图的6日7分是啥意思。特别前些年我在看，我都想笑。有些人，有些易学的，搞易学的，在网上叫唤，在博客中叫唤，失传了，你狗屁！你他妈都没看到这些书，你都不知道，失传个屁呀、啊！是不是？根本没有这回事啊！你不学习，没看过书不知道。好了，我们现在就知道了节气了。阴阳顿是咋来的？从冬至，也就是日影270度开始，这是不是到小寒大寒？是不是白天一天天的增长啊？阳是不是在长啊？阴是不是在消啊？是不是、啊、阳在长？为什么白天越来越长，夜晚是不是越来越短呢？所以这个时候是叫阳顺阴逆啊，一直到啥呢？到夏至啊。夏至是一天中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冬至是一年中夜晚最长的一天，过了冬至过以后，夜晚就越来越短了，白天越来越长了。过了，所以冬至一阳生，这个阳是啥呀？这个阳不就是太阳吗？太阳大白天嘛，太阳嘛。夏至一阴分，为啥从夏至开始夜晚越来越长了，白天越来越短了？夜晚是啥？不是太阴吗？不是月亮吗？所以中国使用的历法是太阳历和太阴历的合历，这才是奇门。所以中国的奇门遁甲是跟历法是情意相连的。干支怎么回事？干支，天干地支，它是一个表意的符号啊，所以这些24节气你一定要熟了。24节气和24山的对应，和28星宿的对应，我就不讲，这都要一个那熟。所以，疫情3年，我躲在书房里默默的学习。什么叫搞学术，搞基本功？
你看到有一些专家学者他妈在抖音直播上讲的是跟真的一样，像这些底层逻辑的他妈全都懵逼，是不是？他搞个屁。我为什么越来越看不起那些说道的人？我瞧不起他们，因为道啊，你可以海侃神吹，还不需要付功夫，你只要他妈吹牛逼就行了。术不行啊，术的底层逻辑一点点的去下功夫，在一个个的细节去下功夫，就像我今天在讲的民法题门中间的正格、辅格和奇格，我可以告诉你，学题门的他妈没几个人，如果不经过春哥给你忙逼着你干，你没几个人能把这些格背掉的。特别奇格，奇格什么叫三七得十，什么叫三七有六艺，对不对？什么叫守门格，什么叫九遁，什么叫天遁，是吧？什么叫天遁，什么叫地遁，什么叫人遁，什么叫风遁，什么叫云遁，什么叫神遁，什么叫鬼遁，什么叫龙遁，什么叫风遁，构成的格是有什么区别？不会想什么叫三道，天道地道和人道，什么叫三诈五假，三诈真诈修诈和重诈，什么叫五假，天假地假人假神假鬼假，你去背个屁呀、啊！这些才是底层逻辑，是术，是他妈要默默下功夫的，你不下功夫你就不行，他妈吹牛逼都可以，对不对？就像这些天文历法知识一样的，真正要把功夫下好，细节走。天干到底是什么？我告诉你，天干是中国的古历法，叫十月历，是以北斗星怎么转，它都是围绕着北极星在转的。北斗星这个斗柄看它指在哪，指在寅，天下皆春，指在卯，就是春分了。所以早期的十月历法，为什么早期的时候中国使用的是十月历法，也就是说把天干是这么定的，甲月、乙月、丙月、丁月、戊月、己月、庚月、辛月、壬月、癸月，早期的时候这么定的，十个月，一年十个月，每个月36天，就这么玩的。你不要害怕，你说大哥一年不365天吗？你怎么搞个360天？中国人他妈早就知道，什么时候知道？在颛顼律，我们很多人都讲颛顼律失传了，失传了，狗屁！你要在1000年前你讲失传了我信，你要在现在讲失传了，打你嘴巴，抽你嘴巴。为什么？我们现在的考古已经挖掘出来的东西是2000年前西汉人看不到的，颠覆了西汉人认知的。我们有很好的宝贵的资料，我们先民留下来的瑰丽的文化的宝贝。中国不是没有书，不是没有知识，不是没有宝藏，而是缺少的是默默的去研究的人，尤其是在这个浮躁的年代。还没翻两页书呢，就想出去装逼。每个人都渴望了一举成名天下知，没有几个人去做10年寒窗无人晓得自己。所以在颛顼历上就知道一年365天，中间5天夏至3天去过年，冬至2天去过年，夏至的年更重要。这个十月历法现在在我们大西南的彝族地区还在保持，他们夏至过大年，敬天地，冬至的时候过小年还是敬天地，多漂亮啊！两个年不算，
最热的那天过年，他们也够奇葩哦。为什么讲彝族地区啊保持得好啊？彝族那边人他们真正的是中国的古文化，历史上逃难带过去的，比如说《水书》是中国最古老的易经啊，《水书》。现在据说要把它打捞出来翻译完整的《水书》，人家彝族的语言，人家不愿意翻译，或者说是你翻译不了，不想让他们知道，他们占卜很厉害的。据考证，现在这是真正的中国的古意。所以早期的时候叫北斗历、十月历法，后来的时候发现，呀哈，随着观测的发现，原来一年的周期跟月亮的盈亏刚好可以吻合，一年可以盈亏12次，这时候月的这个概念就出现了。为什么叫月呀？什么十月历法、八月历法、十二月历法，这时候十二月历法就出现了。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我的乖乖，这一配是不是虚亥配不上了啊？这不就六甲空亡吗？甲子旬中虚亥空亡，他没得配了。十二地支是十二月历法，十二月历法我们经常讲一个月有30天，不对，一个月真正的月亮的盈亏是29.53天，不到30天的。这一转过以后是不是就麻烦了，火合不上了？别害怕，有自润，19年七润呢。西汉汉武帝时期的19年至七闰闰月，19年里面搞7个月，我专门计算过，19年七闰过以后，也就是说19年里只误差2小时零23分啊！靠，太牛逼了！19年就误差这一点点，稍微给你自己把人你还搞定了，对不对？立法。我跟你说，四大文明古国的历法都很牛逼。四大文明古国有哪四大文明古国？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七星文字，他们很牛逼。还有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人，恒河流域的古印度人，还有黄河和长江流域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为什么另外三个古文化都灭了，他们都拜一个民族叫雅利安人？这个民族四处豪夺，直接把两河流域的文明灭了，把印度灭了，把古埃及灭了，然后顺便来灭我中华，在3500年前来灭大中华呀！我们中华民族非常的叫天佑中华，恰好当时的王是商王武丁呢，这是大商时期一个非常英明的君主。他还不算厉害，他的老婆叫自豪，妇女的妇，读字自豪，是中国第一代女战神。直接发动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争，商王武丁把国家的一半兵力交给他老婆去带领，13000人，那时候13000人就相当厉害了。你要知道，你的营养自重，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场战役。然后富豪把所有进入我们中华地界的雅利安人全部团灭，所以我们的文化才得以保存，明白吧？
所以中华文化为什么能够延续啊？有原因嘛，你古印度没文化了，你到印度去，印度在吹牛逼呢。我别的不跟你讲，我们在我们中国，我们就幼儿园的孩子都可以背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洪陈蜀魏江沈韩杨朱陈尤许贺吕四庄孔曹烟花金卫窦阳七月冬玉白水斗长，甚至连我丫头都可以背一点：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养不教，性乃迁，教之道，不以专，对不对？那太正常了。连老头七八岁的老头赶鹅的都会唱。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然后他又跟着写了一个：鸡鸡鸡，仰颈向天啼。什么？他获国家一等奖。我操，这老头是个赶鹅的，赶鸡的，我操他妈！他都照着写了一个，是不是啊？说这叫中华文化的传承。好了。我们就知道十二地支它本来是没有意思的，是用来表意的一个符号，表序号的，懂吗？所以我们再看我们毛主席伟大的教员，在他的《毛泽东文选》中间，《毛泽东选集》和《全集》中间，他写文章，他写文章谈第一个问题的时候，甲，我们应该应该怎么样？下面分五个方面来谈：子，子是小标题，哒哒哒哒哒；丑，哒哒哒哒；寅。然后在第二个方面又是乙，然后又是子、丑、寅，是用来编序号的。好了，编序号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六甲，这个甲和地支一边是个空两啊，这是个甲子旬，甲子旬是个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这是十天呢，整个变下来是十天。我们知道一个节气是不是有十五天，一个节气是不是有十五天呢？一个节气分为上后，也就是上元、中元、下元，那每一元是不是只有五天呢？每一元是不是只有五天？你想是不是？那五天中间是不是有个带头大哥？这是个甲子，这是上元呢。到中元的时候是不是己巳，他又带了四个小弟，总共五个人。你看，这是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是不是？到第六天的时候，是不是进入这了？进入中原来了，对呀、啊。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好了，到第十一天我们到哪去了？我们看到了，在甲子旬中是不是戌亥恐慌，然后过来了，戌亥排到头了，是不是？又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这个时候是什么？是不是甲戌旬中了？甲戌旬中什么空啊？是不是申酉空啊？申酉空完了，十二个地支中间只有申酉没得配，所以这几个空王在这一旬里面没得配了。那么接下来是不是重新开始甲申旬啊？申酉戌亥子丑寅卯辰巳，好了，甲申旬中五未空，是不是？那么这时候是不是甲午旬？甲午旬过以后呢，甲辰旬就是同样道理啊。然后呢，甲寅旬吗？是不是？你看，这后面我就不写了，我们就可以找到规律了。因为甲子是这一旬中间的上元，看到没有？甲子一旬是十天，在一个节气中，这是不是五天呢？上元到这的时候是不是又是五天？
中原到这的时候呢，是又是不是五元呢？是下元，对不对？还是五天，这是下元。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又是上元了？这五天到这五天的时候，是不是又是中元了？这是是不是下元了？看到没有？是不是五天中间找老大？五天中间找老大，这不就是胡头吗？五天的带头大哥，五天的带头大哥，然后这是甲戌，这是己卯，对不对？是不是？这是甲申，这是己丑，所以一找不就知道了吗？每五天中间的带头大哥，要么是甲，要么是己。所以胡头就是天干，听懂了没有？这回就知道胡头干。我为什么给你讲了二十四节气？因为诸葛羽扇法是怎么玩的，牌局啊。我看有个小周宝在问，在问转盘奇门有没有天文背景？当然有了，都有啊。你们记住，奇门从哪里来？王阳明先生考证奇门，他是从风水中来。严格的、准确的来表述，是奇门遁甲是从悬空风水上来。悬空是不是有九星灰泊？奇门是不是也是如此啊？我们也知道，太乙是算天的，六壬是算人的，奇门是算地理的，这叫三四。所以奇门从地理来。地来这转盘呢，我们不说它转盘不好啊，但是我只告诉你，我们要学民法，这就是飞盘。民法就是飞盘。你如果说你转盘牛逼，那你就搞转盘嘛，没人拦你啊，对不对？转盘的起居我也教你们了，我在群里面都讲了。好了，我们把表格一搞，你看每五天，我来问你了，丙寅日它的胡头是不是还是甲子？五天带头吗？丁卯日是不是还是他？戊辰是不是也是他？每五天要换一个局数，每五天是一元，在这一元中要找带头大哥，你就知道他带头大哥是哪一元的。是上元，是中元，是下元。它的规律你一看看，到甲戌的时候，这是不是下元了？看上元、中元、下元。到己卯的时候，是不是又是上元了？上元。到甲申的时候，是不是又是中元了？到己丑的时候，是不是又是下元了？所以你把它找一找，就会发现一个规律。浮头就是甲和己，因为五天嘛。上面如果是子午卯酉，跟子午卯酉配合，子午卯酉甲子和甲午，或者是己卯或己酉，因为阳干配阳支，阴干配阴支嘛，这是上元。然后到寅申巳亥，这就是中元。辰戌丑未，这就是下元。所以你就知道了，找日子，你比如说今天是几四日，对不对啊？几四。
几十日，那几十日他就是中原，他当天就是糊涂，明天呢他还属于中原，后天呢也是的，因为一元管五天嘛。所以今天是立夏，立夏是一七啊，上元是阳遁四局，中元是阳遁一局，下元是阳遁七局，我们可以玩几天呢？那阳遁一局可以从今天开始连玩五天，五天以后呢，第六天呢就变成下元了，那就是阳遁七局，咔咔就玩五天，再玩五天，回过头就是阳遁四局找上元，这是拆补法的特征。拆补法，拆补法刘基亮老师在民法奇门教体系教室中说，龙福山人讲的是折补法，不是拆补法，我也信以为真，我后来去看龙福山人的原稿，就是拆补法，在某个部分被他丑变了，这一点没了，到扩囊输药的时候全是拆补，所以刘基亮老师就据此就说了，其他地方都是讲错了，叫猜不对的，叫折。其实我想想，折不对的还是猜，它是猜过来猜过去呢，猜散在赌上嘛。好，猜补法的理论依据是什么？气，天地之本。天地之间最大的是不是气啊？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啊。万事万物争一口气，气之来万物振作呀，气之往万物复成啊。所以节气，节气嘛很重要啊。节气一到，你就跟着节气来走它这个局。他不跟你谈正受啊，不跟你谈滋润啊，这是解气啊。那么诸葛孔明先生是怎么玩的呢？他玩的比较复杂。我们举个例子，顾宇啊，今天是立夏哦，立夏好像是八点多钟吧，几点钟？我就打八点。25分，我不管你多少啊，我就打比方。好了，立夏了，就以这个立夏的这个时间点，那你讲了这个立夏怎么定的？怎么还能搞了多少分多少秒？我刚才讲了24节气，谁说了算？太阳说了算，在黄道上，太阳只要到那个点了，那立夏就开始了。立夏是多少度啊？是黄道上的45度，到了45度，它就是立夏。那你讲这太阳到了多少度，咋知道？小龙弟呀，你太小看我们古人的聪明了。等你有一天的时候到北京的古天文台观测站去瞅一眼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古人比我们那个聪明的多，超出我们认知。当然，我们现在的科技手段那太牛逼了，比古人更牛逼。我们的精确到秒，秒都不算牛逼，对不对？好了，假如从这个时间点开始了啊，计时，比如掏出来一个计时仪，计时了，从这个点开始，直接是60个时辰。也就是120个小时，听到没有？
每60个时辰，可是5天吧，1天12个时辰吧，这5天就用上元了。比如说立夏是阳遁四绝，因为立夏嘛，阳遁四绝嘛。然后61个时辰的时候开始，阳遁一绝，因为立夏是一期嘛，上元是阳遁四局，中元是阳遁一局，下元是阳遁七局嘛。到180个时辰的时候，阳遁七局。我们知道，等到阳遁七局用完了，会不会出现一个很诡异的现象？小满还没有来，你怎么办？懵逼，自论，继续自，知道吧？所以搞得很复杂，而且古人把这个玩意讲的还很神秘哦。我的妈哟，那要自论搞出来，我就准了，准你大爷的，对不对？我把局搁那放着，你他妈就是怎么玩出来，你该不会断还不会断。在高手的眼里呢，你牛逼，你拿个20年出来的局一样可以断，你拿个200年之前的局一样可以。我能用一个局断一天，断了几10个人，又咋地？所以你还得活学活用啊，是不是？啊，这就是拆步法。拆步法需要做到什么呢？交结。因为我们知道局数是跟谁产生关系的，局数是不是跟节气啊？节气啊，你比如说是谷雨节，是立夏节，对不对？啊，是谷雨节，是小满节，它的节气一到都是5/8呀，谷雨小满5/8呀，惊蛰冬至174啊，冬至惊蛰174，小寒2/5同岁呀。是不是？它是一样的，它到了节气就可以了。节气，知道了节气了，你是不是知道？比如说上元、中元、下元的局数，这个上元、中元怎么办呢？你不必须要靠日柱吗？你不需要靠日柱吗？找日柱啊，找日柱找福头。所以我为什么在跟你讲，一定要学会天干地背啊？鬼遁星遁吉啊，五丁并一甲，对不对？你看，鬼、人、星更吉啊，这逼玩意是个鬼人，很鬼。他比啥？他的星更吉，谁呢？五丁并一甲呀、啊。五丁就是我刚才讲的伤亡五丁，怎么回事呢？家里人都病了，病了一家，我操！你像鬼都着急。所以鬼人心更急，五丁并一家，你看这跟瞬间记录似的，啊，是不是？这不就记住了吗？看，鬼人心更急，五丁并一家。这不天干地锁吗？我们就知道了，当你的日干是鬼是正是心是根的时候，它的骨头肯定是己，因为五天里面嘛。当你知道你的天干是戊是丁是丙是乙的时候，它天干肯定是甲，骨头肯定是甲。这回听明白了没有？再补充一个知识啊，我们可以看到公元以后的所有的纪年，只要尾数是零了，
年干肯定是丁，是一的肯定是辛，是二的肯定是壬，是三的肯定是癸，是四的肯定是甲，是五的肯定是乙，是六的肯定是丙，是七的肯定是丁，是八的肯定是戊，是九的肯定是己。这是公元几年？为什么呢？你要到了哪一年的时候，你就从这个天干就可以快速推出来了。啊，零根一心二刃三鬼，对不对？四甲，对不对？五乙，六乙，是不是？你怎么给他记住啊？谐音嘛，是不是？零根，你这人很有零根。一心二人，二人三鬼，死一家，两个人三个鬼，一家人都被搞死了。二人三鬼死一家，是不是？五义溜冰，你就想象你最恨的一个人是你五义啊，他在干什么呢？在溜冰呢。你不就记住了吗？这是什么？九几，你给它倒过来叫祭酒。我们知道祭酒是一个官职，定期戊八祭酒，我来给你定个期，带上戊八一起去祭酒，对不对？全记住了，对不对？所以要学会谐音记忆啊。你看老婆，你是八八年的戊辰，对不对？我是七四年出生的甲寅，是吧？二零二零年是庚子，二一年是辛丑，是不是最后一个字？公元它是这样对应的，公元前不知道，公元前我们没必要，我们去看公元后，就是每年的尾数直接就跟天干搞出来了。每年的地支太简单了，把这个减去三，除以十二找一说，比如说二零二四年的地支是什么？二零二四年减去三等于二零二一，除以十二，一十二八十二，六七十二，这可是幺零幺，幺零幺我们再除以八，二百二十六，九十六，九十六与五。我是什么？子丑寅卯辰，所以二零二四年的地支是辰吗？就那么简单，哪一年都不要记住。天干你是不是都不要算了？今年因为是二零二四，背后这个四不是个甲吗？二人三鬼死一甲吗？两个人三个鬼死了一家人，对不对？乙是啥？乙是五乙吗？五亿，或者你讲五亿不也造吗？是你的五亿也可以，五亿不也可以吗？哇，老妈，你的五亿很牛逼呀、啊！溜冰，在冰上面可以溜，对不对？哎，七丁，你个定期知道了吗？定期定个七呀、啊，定期干什么？祭酒去、啊。全记住了，灵根，我操！你天天自己想，我很有灵根呢，我很牛逼，我有灵根啊，我是天选之人，你天天这样安慰自己，不就 OK 了吗？是不是？相比较灵根来说，我更相信的是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啊。我有一个学生，天天吹牛逼，他很有灵根，很有灵气。我有一年到甘肃去，我看他断卦，我都觉得他可怜。他一五年过来跟我学过，我真的他妈想教他两招，结果他说：“老师，你别讲，我回去悟看能悟出来。”第二天的时候，哎呦，我终于悟出来了。老师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这样的？
哦，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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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跟他老婆讲，老婆你看我有灵气吧，我都悟出来了。我心里想，一万个操你妈，对不对？我叫老子本来晚上要教你两招的，好，他的灵气是不是？他妈都60多了，还跟他灵气呢，对不对？啊，还跟他悟悟个屁，不下功夫悟，悟你八个头，对不对？就像我给你们搞的那个内掌内九宫图。1-7-4-2-8-5-3-9-6，我操，直接就把80节气全搞进去了，天地人三才，你想着古人这哪里想出来的？那古人早都写了。啊，我这回偷偷听明白了吧？啊，定级说明白了，对不对？好。记住找寻手是怎么去找寻手，这个寻啊是石，寻手找石柱啊，我们一定要搞明白一样东西，叫地支掌诀。地支掌诀，伸出你的胖胖的小手，看，子丑寅卯辰巳安在你的骨节上，掌中的骨节上。午未申酉戌亥，看，未，这就是地支掌诀呀，是安地支。这玩意很牛逼啊！仔细看，快快快快快，仔细看，子未相破叫相害，丑午相害，寅和巳相害，辰和卯，看，你看看古人早都发现了申和亥相害，丑和戌相害，两个指头下面相害，它为什么叫相害？这明法七门中要用的。为什么我们知道午是不是和未化合呀？结果你他妈来个丑，把他老婆给冲跑了，化合是他老婆，你俩不害吗？不是仇人相见不管眼红吗？这个丑是不是和子化合呀？啊，子和丑化合，对不对？你他妈午把他妈子给冲跑了，对不对？你是不是跟丑人家互相成为了仇人啊？所有的相害都是这原因。我们在哪里？巳和寅，巳和寅，我们知道寅是不是和亥相合呀？你他妈来个巳，你把他他妈冲跑了。巳是不是和申化合呀？你来个寅，把申冲跑了，你把这老婆都冲没了，是不是？那你讲地支六合，子丑化合、午未化合、寅亥化合、卯戌化合、辰酉化合、巳申化合咋来的？我告诉你，日月和北斗，日月和北斗啊。为啥呢？当北斗出现在子的时候，日月肯定出现了丑。当北斗出现在丑的时候，日月肯定出现在子，杀地之六合都在。这个呢，预定心力考源上写得很清楚，所以这些神煞来自于天文学。那么我们要知道啥呢？这个手指头的杀个地支是搞毛子用啊？打比方来说，丁未时找寻手，在你的手指头上先掐住位，看到没有？看逆所甲乙
甲、乙、丙、丁，说到丁看没有？这就是甲辰了，看甲辰曲，看，这是甲辰、乙巳、丙午、丁未，听懂没有？看，是不是甲、乙、丙、丁？看丁未巳，丁未巳是先掐到位，逆说。按照甲乙丙丁所字丁，同样道理，所以这个掌诀啊很重要哦。咱们举个例子，己亥啊，己亥，己亥，我想知道它的巡守是啥？掐着亥逆锁，从甲开始锁，锁到己。看，加上看，甲乙丙丁戊己，啊，说到这里了，我们就知道了是甲午旬，啊，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是不是？就这么简单吧。所以你把甲午旬一推，就知道前面两个空忙啦。甲午旬中辰是空，两个空忙嘛。听懂了没有？这要找巡守，所以我们知道奇门遁甲起局的两大参数，一个是定局数啊，一个呢要找巡守。你没有巡守，你搞个屁巡守宫啊！没有巡守宫，你就怎么去定子符、子死，对不对？符死你找不着。电极说我们就知道，一个是需要节气，一个是需要日柱，知道吧？找巡守的时候需要时柱，所以在奇门起局的时候，你只要知道局数加时柱，这是任何奇门遁甲起局的两大参数。局数决定你是顺排还是逆排，是从第几宫开始排。巡守决定你以哪个宫为巡守去找他的子符和子时，听懂了没有？所以我们要记住一个东西，这是九宫格，叫坎一宫、坤二宫、震三宫，你是必须要很熟的。看了一个白格子就知道，巽四宫叫中五宫、前六宫、兑七宫、艮八宫、雷九宫。你要知道每一宫在元旦盘上它所对应的星，这个是彭星、星星、柱星、瑞星、阴星、辅星、这个冲星、刃星，这是九星啊，中间还有一个秦星，然后呢还有一个门，乾宫是开门，坎宫是修门，生门，艮宫是生门，开修生三门。为什么从这来呀？因为前六白是吉呀，坎是一白是吉呀，艮是八白是吉呀，子白飞星，三白一子是吉。
所以堪修身三门是极门，三白一指是不是传说中的紫白？非心之法，此乃风水也，理气派，对不对？所以进一步的验证了奇门来自风水。这个地方是伤门，这个是杜门，这个是井门，这个是死门，哎，这个是金门，这个是中门，春哥给他改名字叫黄门。你这些要记住啊。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九星是不是来自于总宫、九宫、天蓬和凶门都做水论，因为坎是水，天刃和申门都是做土论，因为艮是土啊，天心和开门都是金论嘛，都是金论，冲伤都是木论嘛，因为正木嘛，辅度都是木嘛，银和井都是火，所以天阴星造灵的时候，这个人可能头上带个花，也有可能头上有个伤疤，红红火火的嘛，烂了流血嘛，对不对？天瑞星是个土啊，天琴和黄它都是土论，它来自于卦宫的，所以在奇门遁甲中间的九星和九门，它是出自于九宫啊，河洛的九宫。既然出自于河洛的九宫，它就应该遵守地道，有阳顺阴逆，他该跑路要跑路啊。那么我们知道在奇门中间有几个词语叫心神门宫奇异啊，宫就讲了，心神门奇异，宫你都不用讲都知道的。心就是我们讲的九星，神是九神，门是九门，奇异三奇和六个异嘛。那么还有一个啥呀？还有一个叫九神，辐射阴和，勾藏雀地天，辐射阴和，辅藏玄地天。所以我们要记住，谈到地道啊，九宫才是真正的地道啊。我们在奇门战乱中间可以以九宫代表某个方位啊。好，还要知道九神、九星和九门的五行，特别好理解哦。三七六艺借助天干地支，借助天干的五星，甲乙东方木，丙丁南方火，戊己中央土，庚辛西方金，壬癸北方水，这玩意好记啊。九神要记住它，直符九神中间最讨厌的一个大哥就是要直符，直符的五行究竟是什么？
大家要记住了，直服分两点，一个叫大直服，一个叫小直服。大小直服是合二为一的，小直服是九神之一，大直服呢，它又包括六甲，因为它是带着巡守宫跑的。你比如说他带着个星跑，你就知道这是甲午星啊，他要带一个戊跑，你就知道这是甲子戊啊，带个根就知道是甲中根啊，所以他带着一个六甲，他是木啊。而且我们知道大师傅又是星啊，九星啊，他又带着星，他的五行是跟着九星跑的。九星是不是任何一个星都可以成为直符？直符星吗？我们知道，直符是心，直死是门。所以张志成老师在《神奇之门》上面讲过，直符是木，不对的。龙湖三人讲的是最究竟的，你为啥呀？你到时候要判断九神妄动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这个九神它啥，你要把它当成木，你就完蛋了。它是火，小直符九神之一是火，为什么？这个直符出自于李九州，它背后隐藏的是丙火，它是火呀。他的五行是火，这是小直符。大直符是木，那你讲了这分为三个层次，冲哥该怎么用？记住了，取神的时候用神，取心的时候用心，取六甲的时候用六甲。龙湖三人讲的非常的透彻，我们现在才知道哦，直符是大直符和小直符的合一。你可能在盘上写直符写几个直符啊，是不是？不能的，它是表法的。你比如说小张，我们喊的小张，小张是一个人吗？凡是姓张的比自己岁数小一点的，你都可以喊小张。小张，这小张可能叫张强，可能叫张旺，可能叫张家旺，是不是？这不都是小张吗？这大直符其实就这个意思，它是有很。所以我重点给你讲个大字符的定位啊。好，先讲到这里哈，讲多了你们吃不了饭，明天再继续。